Dynamic 助我跨过人生低谷，再创事业高峰。我叫 Poppy， 专业是美容形象指导。我曾经因为家暴而离婚，需要一个人重新面对新的生活。好幸运，我当时加入了 BNI。在最无助的时候，除了家人和朋友的支持， Dynamic 的会友帮助我很多很多。律师 Eric 帮我很快成功办理离婚手续，给了很多专业的意见我，令我解决了最烦的事，可以专心工作。同时我急需找铺，地产代理 Angie 很快帮我找到合适价钱又合理的地方，还帮我同业主快这个免租期，让我可以很快重新工作。我不叻计数，会计师 Eddie 帮我很快地成立了有限公司，提醒我很多公司会计税务的资讯，帮我搞定了盘数，令我烦少很多东西。由于我不识电脑，但公司业务需要用到电脑软件系统专家 Barry， 立即上个公司帮我 set up 和教我怎样应用基本的知识，将我公司业务电脑化。新公司需要卡片及设计宣传单张，平面设计师 Jojo 帮我搞定晒，而且急我所急，非常之细心。而家做生意都需要影片宣传，导演 Louis 咧帮我制作咗公司嘅宣传短片，提升我公司嘅形象，俾我用嚟做推广。会有品酒师 Esther 因为卖酒而识到网台嘅台长，邀请我一齐做网台节目，分享品酒同埋美容知识，增加我曝光率。而体检顾问 Wilfred 人物介绍之下，我能够认识到美容总商会，从而参赛并获得第一届美容创业家大奖。金属礼品生产商 Timothy 知道我的情况，更加积极介绍很多生意给我，令我直接提升收入。大学活动策划 Derek 是我的 mentor， 教我怎样精准做好30秒和怎样运用 BNI 去做好我的生意。我被 Dynamic 每一个会员真诚的对待所感动，令我更加投入这个商会大家庭。今届我担任财务秘书一职，希望可以为会员服务，回馈会友。多谢 BNI 这个平台，令我在破碎中重新振作，感受和学习 Give us gain 的精神。